3523街区年会保龄球联谊赛开赛典礼，现场有非常多的人，有200位的选手，50位的啦啦队及工作伙伴，还有我们今年呢突破以往有非常特别的火鸡舞哦，还有线上直播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尽兴，玩得愉快。Yeah!